孙杰伦，欢迎收看《王牌大明星》。蜀中线，我是郝佩岑。哇，又到了晚间的时刻了。嗯，我们这个第一波的时间是在晚间10点钟。10点钟，嗯，那这个重播是在晚上12点钟，以及隔一天的中午12点钟。天哪呀，真是太棒！还有晚上的8点钟，是哇，太厉害了！我们这一台都在播我们的，是今天来了三位新朋友，好吧，一起来欢迎他们。首先第一位，卓文萱小姐，哇，恭喜！好厉害哦，你知道吗？专辑改版了，第三版啊。是他本命年，厉害哦！今年应该算是非常顺遂的一年。还有我们唐禹哲，哎，掌声给他。Hello， 宪哥，好。黄文兴先生，好好，来吧。哇，都有礼物，都有礼物。哇哟，刚发行的专辑，谢谢。禹哲算是型男了哈。对，那个是那个。你这一点跟我。哇，谢谢谢谢。哇，你真乃善咖呢。我好像在神往。饭店买的面包，哎，没有，就是我们批的，对，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新的这个偶像剧，对，我的意外面包的主题曲，所以包的跟他面包嘞，克拉的幸福，还有欧多睡，对，原来是欧多拜，你欧多睡，欧多睡，那宇哲是第几张了？第二张国语专辑，也是第二张，刚发行而已，小腾腾。就等等啊，对对对，新引力。那先来听他们分别把歌给唱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主女生先来。好，我现在来我的新歌《独家快乐》，来，掌声开鼓励。加上柠檬混合，会得到什么？把你的可乐加上芒果混合，会得到什么？爱情是什么？因为你靠近，心跳更快乐。他听起来就会很开心的感觉。谢谢谢谢。这种歌叫什么呢？你知道 ？Chewing Gum Music， 口香糖音乐。对，然后比较没有那么隽永，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，却又缺一不少，不可或缺的。对，因为其实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就希望说给大家很开心的感觉。那这首歌是范范姐帮我写的，范玮琪。他的就是有很有他的风格，对，所以听了都会想笑，这样开心开心，不错，比较快乐了，谢谢。好，来再来听唐禹哲的，好的，哎，带来这首新歌，他的歌名就叫新歌，蛮特别这个含义，待会再解释一下。唐禹哲的新歌，最近我最爱唱一首歌，一首可能你也爱的歌。情绪在高高的，却等等就大雨疯狂了。我们都容易对号入座，一首歌反复让歌词深深呼应着。可能不懂敢不敢开的执着，可能太痛有些画面磨合。我们也容易忘记旧的旋律，受过伤还是有爱的资格。在每段难得的青春，遇到我们的转合，唱一首歌，不解冻的心歌。
执着，可能太多，有些画面不合，我们也容易忘记，就各选一个，受过伤还是有爱的资格，在每个难得的机会遇到我们的真爱，唱一首歌，我最懂的心歌。谢谢唐禹哲，哎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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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过来都写，哎，这个歌有什么特殊意思吗？这歌啊，就新歌嘛，想不出歌名就直接写新歌嘛。对，我去上广播上遇到这个问题，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不想想歌名，但不是，因为其实不知道宪哥有没有这个感觉，就是其实你每听到一首歌，你会想到一个画面或一段恋情。这种感觉是吧？对，没有没有，佩珊姐或者这种感觉。有有有，对对对，胳膊往外弯啊。家里没有大人的啊，爸爸，你这样子他怎么接得下去呢？配合他一下嘛，就是有会，有那种故事的歌，真的有哎，对，所以就是这首歌就是把新歌跟旧歌比喻为新的恋情跟旧的恋情，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，对，那个纠杂的感觉这样子，有深情的感觉。下次我们再上音乐课，你可以过来。拍掌，然后拍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你对着镜头再教大家一次，预备起。那是真的，这是小百合老师教我们的。进步也进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跟那看门诊一样。挂号牌吗？有，挂号牌有啊。对对对，新同学是吧？对对，是，这等于是，哎，我是那个偶超偶的第二名。那你习惯我帮你鼓掌是用这里的？还是要鼓励年轻人追逐自己的梦想啦。是啦，但是就说你也要试考虑一下，衡量一下。对对对，有，我也遇到一个可爱的空姐啊。比赛完毕之后，哇，糟糕，也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办法出唱片，然后要回去弄了很大很大的，费了很大的力气，因为他已经将近半年多没有去飞了，所以又生疏了。但另外一方面呢、啊，这个人家又有新人补上来了，对，然后他这几个月里面啊，单单花在服装造型什么钱都花光了，也没有收入，然后这么长一个时间，那后来差一点家庭那陷入困境了。你不会后来有跟他包养吗？只要是漂亮的，我这边都有专门在包养失学少女助学专案，一般就是房子跟车子各一个。那么好。哎，男生不在此限。